从图上大家看，主干这个叫四边孔，这叫三边孔，穿四边孔出来，绕过肱骨外髁镜的后方，钻到三角肌的身边了啊。同时呢，在四边孔出来以后，还发出一个小的细枝到小圆肌，这个都是运动纤维管理肌肉运动的。除此之外，还发出一个皮枝，沿着三角肌的前面到肩外侧的皮肤啊，肩外侧皮肤。